这不是河流，这是心与自然的交流。这不是风景，这是惬意徜徉的心情。这不是书房，这是闻脉书香的心房。这不是钟声，这是灵魂清澈的回声。这不是往事，这是娓娓动人的故事。这不是穿越，这是传承千年的喜悦。这不是心动，这是繁华城市的脉动。这不是灯火，这是诗意人间的烟火。这里是衡阳，是2000年历史文明定义的抗战纪念之城。这里是家乡，是无论走得多远都魂牵梦萦的地方。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这是一座正义的城市，这是一座多情的城市，这是一座希望的城市，这是一座奋进的城市。我给燕城比个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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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燕城比个心。金钟集团，让衡阳更美好。